果然是福利日啊！现场朋友尖叫不要停。紧接着第二位，我还有我们的新男友新友宇。哦耶！哇！哇！有你的身材相当的火辣耶！还有想要辅助画面的赶快来，谢谢有你，谢谢。好，第三一位，我欢迎我们安琪哥准备来，你看他的表情，来，甜心帮安琪。哇！安琪哥，你今天比较没有那么躁动哎，哦，太远了。他称号就叫安琪哥。哇，就是只支持安琪就对了。对，唯一支持。好，来，接下来欢迎到这位性感小波多野真灵登场。真灵来了，哇，今天暴乳猫女，今天所有的 SG 就大放送了，哇，太嗨了，赶快不要错过任何的 moment， 好不好？好，紧接着呢，我们真灵之后这一位也厉害了，快欢迎甜心孙飞雅。日本有火部，我们台湾有施菲亚，来啊！神奇的乳量，还有施菲亚尖叫！哇！天哪！哎呦！天哪！来，下面一位，这是我们的甜心 Q 奖来了！哇！天哪！每一位都这么辣，谁受得了啊？不是这个裤子的设计有合法吗？有经过？有点不大合理啊。有合法，有经过法律的认证吗？这个裤子。好，紧接着下一位，让我们欢迎到的是恋爱系女孩华华出场。华华来了，哇，今天是女仆啊！哪一位想要被服务的尖叫声？在哪里呀？好，下面一位，我们欢迎我们的国民女友瑞秋登场。欢迎。哇，瑞秋今天是这个教官，是不是飞行教官？啊哦，警官来了，暴乳女警来了。这个臀这样子，这个臀是合理的吗？有经过？有点不符合科学呀。来，稍微挡一下，油半皮袍半遮面。下面一位来到的是我们小芝麻，小芝麻步步奖，步步奖来了。BU 步步奖。这位呢，翘臀并列的女生 Victoria 维多登场。维多来了，哇，这个屁股来讲的话，来转，哎呦，送两下，送的，来，下面一位翘臀甜心张曼颖，耶，碎，翘臀，你看这个臀，哎呀，今天有没有送？啊，哎呦，也是送了一下，送好多。好，接下来我们看完美高之后，来看长腿的性感小恶魔蔡英文。双方好，我终于叫出来了，蔡英文，他的本名哈，真的是个真没有来尖叫声，蔡英文。这很酷啦，名字很好记忆，对不对？啊，本人正就 OK 了，其他都。好，紧接着欢迎到的是霸气空灵女队玉轩出场。宇轩来了，今天顶着这个浪漫的玫瑰来了啊！这个玫瑰红，尖叫声！宇轩来了，紧接着下面一位是我们的美乳正妹霍轩来了，耶！朋友们，你们的尖叫在哪里？来，下面一位，哇，我们的南北半球女王。海苔来喽！今天一样是这个水蓝小护士。好，要看医生的记得来到大人的乐园打他哟。好，今天的下一位是我们的甜心女孩步步出场。哇，粉丝尖叫声吼起来！出场！
小麦色真的是特殊款，好不好？太棒了！尖叫声！哎呀，女优有一个小麦色的，就是我们的春日部木叶。是的。然后就是拉西克的那个小麦色的，是我们的可妹。这边的小麦色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儿啦。现在这一位动感甜心萱妹出场。萱妹来喽！朋友们，尖叫声！不要停啊！而喜欢美食的朋友，欢迎喂食美食甜心勾勾登场。勾勾来了，耶！哎呀！今天的下一位也是教官来的，长腿小妖精亚尼出场。好，接下来下一位呢？哦，美胸了，波涛汹涌，阳光女神 Sunny 登场。Sunny 今天穿的是学生服，好不好？等一下会到我们的这个教室去跟大家来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个书本上没教的事情啊。